首次尝试 Tree Country， 第一次点餐有80%的优惠，两块炸鸡，三个洋葱圈，薯条酱，可以自己选一瓶饮料。马铃薯酱，马铃薯。直播组，直播组。直播我觉得这个小块是正常的吗？你们的都很大是不是？嗯。一个这个。鸡翅，那你那个翅比较小。哦。浓。我以为是香料味。硬质，脆的，硬的。打开点，打开点。嗯 ，That's fine。硬的，肉很重的香料味，蛮嫩的，很多汁。薯条是大的，很咸。马铃薯酱没有汤汁，咸咸甜甜。味道一样，跟低糖。差不多，那你有觉得不好喝吗？汽水，还是他不喜欢那个柠檬？那不然衣服怎么会说？他可能不喜欢那个柠檬的味道，会有点像清洁剂的那种感觉。室友超级推荐好吃的奶油吐司，澳币4.49，台币快100。哦，它的健康指数是2颗星。来试吃这个它好吃的奶油吐司。嗯，是很软，很香，但我不会再买第二次。嗯，贵，满分5颗星，我会给他3颗星，因为他太贵了。哦，这样两片应该可能就89块台币，很贵。3颗星的原因是因为太贵了，但整体来说咬起来很松软，然后也有面包香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我刚剪完头发，今天又自己剪头发，好像一次比一次上手。这次有剪后面，可是我真的看不到后面，我真的只能反光后面。我后脑勺是真的看不到，我只能这样抓起来，然后随便去去去去去，不然我前阵子剪完之后后面超爆长，那就随便剪吧，把它剪短就好。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剪成怎么样，后面真的完全看不到，旁边清爽很多。现在早上9:30，吃完早餐，剪完头发。一天新的开始，还要去陪慧娟滑滑板。Go！ 好，拜拜，小心哦。哇，来到一个新的公园，从家里这样开过来大概5分钟。
伙伴们刚刚都运动了，我呢就是来散步的，哈哈，跑步的，然后跑步的后面那个花花板的，赞，好像什么仓鼠，然后再跑它的轨道，是这样玩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玩哦。啊！哇、哦！是这样吗？你们自己小心哎、欸，这摔下来可不得了。那个中心跟你的手。好，好了，上上上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太危险了。室友推荐的大鱼薯条店。大鱼薯条店有很多。不用钱耶、yeah ！因为又休四天，今天是第三天，待在家里实在太无聊，就想说开车出来走一走。然后现在下午三点，海滩都没有人哎、欸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午三点的关系，所以没有人。但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我刚刚只待在那边一下下，脸就红了。带自己出来玩 ，Colbin 啊 ，Colbin。我查一下，哇，我包下了这个海滩呢，都没有人。Got nothing else to do, so I go reset the moon, sipping some jungle juice in my bathing suit. I turn my living room into a Bahama cruise and send some pics to you in my bathing suit. A little insane, but I don't give a fuck. I want a little escape from all of my troubles when I'm not.坐在旁边休息一下，很舒服哎，风凉凉的。听说这个是必拍景点，这里的必拍景点。嗯，好啦，去超市买个东西，回家 ，Go。这天气真的很舒服哎。啊，我的镜头怎么了？哦，不是我镜头啊，是后面。后面夕阳来，夕阳，夕阳。夕阳，好，这边是夕阳，这边就是太阳。哎、欸，看不到，超远的。这边是冬至，这边是夕阳，那边是月亮，很酷吧？冬至快乐！太阳很好，晒背背，啊哦。我又虐狗了，对不起呢。